你好啊，我是汪汪，这是我们绘师韩吉发芽帮我做的签订庆祝动画，很谢谢他。在留言区有看到很多观众都很喜欢他画的 Q 版武将和缩图，他平日下午3点在 Twitch 有开台画画、唱歌、玩游戏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说明栏的连结过去看看哦。接下来跟大家宣布一下签订的庆祝活动，主要有两个活动。第一个是汪汪的 Discord 粉丝团成立啦，可能有些观众不清楚 Discord 是什么，那是一个免费的社群软体，可以用手机、电脑安装，或者直接用网页版的。汪汪有设计一下里面的频道，主要是想增加和你们的互动，寻求你们的建议，跟大家聊聊天。另外像是前几天汪汪有开直播，但是有很多朋友反映没有收到通知，所以会在那里发布一些出片、直播公告等等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加入哦。在影片的最后会有 Discord 的简单教学，不太会操作的朋友记得要看到最后哦。相信大家比较期待的是第二个活动，那就是抽奖活动啦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让汪汪可以开盈利。顺便宣传一下，如果想支持汪汪的话，遇到广告可以帮我多看10秒哦。如果略过广告的话，收益会比较少一些，可能会比较没办法有较丰厚的抽奖奖励哦。虽然可以让大家进 Discord 的粉丝团才能抽奖，但汪汪还是比较想要真的想跟汪汪互动的再进团，所以抽奖就还是在 YouTube 抽哦。抽奖办法，汪汪会在8月15号晚上8点半直播抽出5份月卡金印，以及上次有一份银印有观众没有回复到，因为想说只有一份，所以就不另外抽，等到这次再补抽。然后特别要注意的是，这次要满足2个条件，第一个，订阅并在本影片的底下留言特破千订阅；第二个，直播抽奖的时候要在场。如果抽到你的名字，但汪汪数了3声人都不在，那就不算数咯，会抽下一位哦。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记得来看我抽奖哦。最后这个是 Discord 的简单教学，先在影片的资讯栏点这个连结，如果有账号的话就直接在这里登录，还没有账号的话就注册一下，或者你可能点进来会是这个画面，你就输入你的使用者名称点继续，比如说我叫做汪汪2号，我是人类，然后他会要你输入你的生日完成，然后在这里输入你的电子邮件跟密码，就可以认领你的账号，因为我已经有创一个账号了，所以我就先按叉叉。欢迎来到汪汪的巢。一开始有2件事要做，第一个是看一下群规，然后第二个是启用这个小蜂鸟的身份组，这样你才能看到全部的频道。如果你是原本就有的账号的话，要记得要改一下你的昵称。一开始我们先看到群规，群规就是这个粉丝团的规则。为了避免以后发生冲突或者是有争议，所以我写的有点多，麻烦大家稍微看一下。然后左边这边点到身份检核槽，看过刚刚那些群规之后，可以点这个小蜂鸟的表情符号，就可以拿到身份组。那如果你是实况组、 YouTuber 或者是 VTuber 的话，可以点这个布丁的表情符号，会得到另一个特别的身份。主要是汪汪有另外设立一个朋友的开台通知或者是芯片通知的部分。那因为汪汪这边没有认领账号，就是没有输入 email 跟密码，所以没办法点那个表情符号跟传送讯息。那之后进到新的频道，当你要留言前记得要看一下右上角的定选讯息，那会是这个子频道的一些小规则，希望大家可以遵守，这样按照频道去分类我们的话题会比较有秩序。以上就是汪汪签订活动的说明啦，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希望下一个门槛早日到来，我们礼拜天见啰。